好了，来，丽珍老师开支票了。有啊有啊。对，坐下来吃啊。高阶的时候，你们要一家一菜五分钟，他两个在外面的。来，给你先坐。就好，不要紧。哎，哇。我干嘛会光？他过不去。我一下子就吃晚饭了，食量好好啊。你们给外汇，我还听不懂。对啊，只有吗？